先把话费结了账，然后老杨是不是你没把我的号搞成不能直播了？没搞。啊？不是我，不要怪我，好吧？是不是你没把我的号搞成不能直播了？不要怨我，这些事情不要怨我，跟我没关系，好吧？不要让我查出来是你干的啊！跟我没关系，是我手头的。我的号啊，刚才那个影响到，可能影响到比较严重。我的号啊，被他们搞成不能直播了。没事，咱们用这个安姐的号。我们直播间啊，现在2000个家人们啊，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，然后给顾皮上送人气票的这些姐姐们点点关注啊，直播间啊，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，咱们现在2000多人了啊。咱们刚才的那7000个人呢？准备所有家人们，刚才看了视频的那6000-7000个人呢？我的号不能直播了，被老杨弄的。你打电话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马上钱就送到。请他，你们不用说，你们就送这个人气票就行，然后把王菲点赞。咱们现在点赞才20万，直接把王菲点到100万来。老杨，我们没有这么多耐心陪你在这里耗呢。路上要有时间取钱，对不对？不用取，直接转就行了，直接转，全部转给我们吧。现在这个点还去哪里去取钱吗？直接转。人家钱是取好的，知道吗？那取好了你不拿着，你放家里面干嘛？那他会欠孩子吗？又不是我的钱，我找朋友借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找不到我在这个号直播，是不是？到哪里了？打电话到哪里了？老杨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你看现在王菲的号都被你整得不能直播了，谁知道你等一下又搞什么？喂，整到哪里了？哦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刚才王菲的那个号都被他整成不能直播了。有点堵车，好吧。我没这么多耐心了。好，有点堵车。堵什么车啊？应该出来了，等一下我再直播，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。有点堵车。你看，你跟他们聊去。老杨，你快点。对，直接转过来，直接转过来，你取什么？取什么钱？家人们，咱们先把账点起来啊！咱们先把账点到100万，然后给送人气票的点关注啊！咱们公屏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字什么都不要打，咱们就打2个字上人，好不好？咱们就在这里等，等他，好不好？老张，你看着啊，你看着。咱们公屏上把那2个字打起来，对，不能说那2个字，把那2个字打起来。那几个字也不要打了啊，咱们就打上人这2个字就行了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他说路堵车，那老杨，你说你给个准确的时间，差不多什么时候能到？马上打电话问一下。对，给个准确的时间，是吧，家人们？都不能说一直在拖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是个拖油瓶吗？十分钟。没有，大概20分钟。什么？你开玩笑？要从哪里过来啊？要不了，差不多20分钟以内。好的。好，打得快一点。好。他这是打，20分钟以内是吧？好，现在9点半，咱们就等他10几分钟。好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愿不愿意在这里陪着王菲等这个钱？愿意的，郭比下打2个字，愿意。好，咱们就得他嘛，老杨，你千万不要耍什么花招，老杨，我跟你说，啊。老杨，如果你再耍花招，我就直接给你翻脸了，放心吧。好，感谢家人们的陪伴，咱们同心协力，先把渣渣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咱们齐心协力把渣渣点到100万。然后股票不要打什么乱七八糟的字啊，然后给
直播间里面受人欺骗了，给他们点点关注。其他你为什么不要受了？不要受了，有能力的，咱们就受点人欺骗就行。然后把“共匪战乱”两个字打起来，“杀人”这两个字要打起来。老杨啊，我看你能耗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让我们过好好的这个中秋节的话啊，咱们就陪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家人们哇，老杨这个人老奸巨猾，老谋深算呢，真的啊，他把他老婆啊，今天我们都还没有吃下午饭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老婆安排他老婆找到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来了。然后就说是，哎呀，我们家老杨被你气的，现在啊，什么满头大汗啊，什么他说的那些我根本听都听不懂啊，什么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，哇，我们都以为是真的，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但是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不对？他们这是纯粹的啊，想了一晚上。你看今天老杨看他那个脸色，他这里戴着眼镜都能看穿，从眼镜框里面都能看得到他里面的眼镜是黑黑的啊，熊猫眼这么大的，肯定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一直在策划今天怎么来玩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啊，我们都还没吃下午饭的时候，他老婆就找到我们说啊，这样那样，我们家老杨现在这样那样了，要不是老张刚才去把那个事情调出来的话，我们都蒙在里面。但是我们也不相信老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他什么人，咱们大家心里面都清楚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啊，所以家人们，咱们啊，什么话都不要说。现在9:35，他说，20分钟以内，意思就是十几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咱们就陪他耗一下这十几分钟。这十几分钟，要是老杨说不出个一二三的话，咱们啊，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了啊。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没事。现在咱们直播间5000多，家人们啊，来，把点赞点到100万啊，然后咱们5000多家人们啊，没有分享直播的把直播分享到啊朋友圈里面去一下，没有分享直播的把直播分享一波来。来，我们老中医师傅啊，你好。你看那个杨总他寄来的时候他都是好好的，咱们现在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，咱们现在好好说。你看杨总他寄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这个事情怎么进来了就倒下了呢？哎呀，这话怎么讲呢，你说啊，这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情啊。你要好好讲清楚，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我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到时候你看你一直人气的名气也坏了，名声也坏了，对不对？我直播间现在是5000多个人，一会儿就有7000-8000人在看着的啊。我相信你也不想把你这个名声搞坏嘛，对不对？肯定是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来，我们他有可能咱们直播间人气做到7000-8000人，他有可能不相信。咱们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全部把直播分享到分享一波啊，然后点赞不要停，给顾飞热送那些人气票的点点关注啊。你看，马上就5000多人了，马上就6000人了，一会儿就6000人了。我当着直播间几千上万的人的面。你好好说啊，我相信你不应该把你这个老中医啊，你这个方圆几百年都知道啊，你这边中医是最高端最牛逼的啊，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也不希望啊，我也不希望让这个事情影响到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是怎么一回事，咱们替他说啊，家人们啊。王菲啊，刚才你放那个时候吧，那家里人是接近10000人了的。直播间所有人，刚才那个视频你们看到了的，郭部长大哥看到了啊，你们看到了的，郭部长大哥看到了，给他看一下来。但是你现在就这几个人，我说了以后，他能对我进行证？没事，你好好说的话啊。啊，你也不容易啊，你把是什么原因，你跟我们说情况啊。我们该原谅你的会原谅你，你不该原谅你的会不原谅你啊，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说了啊。你看所有人都是看到了的啊，现在已经有5500多人了，看到没有，马上就6000人了。
马上都6000人了，也不行啊，我感觉是人不够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不够啊，他是人不够，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我就这10000粉丝，啊，我要10000人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没有点赞的帮我们点点赞，公屏上帮我们打上人两个字，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帮我分享一波直播间，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我需要人气，现在我需要人气，来。给公屏上送人气票的点点关注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5700人了，马上6000人了，来，咱们就5个数直接上到6000人，来，5 4 3，来5800人了，还差200人就到6000人了，还差200个人就到6000人了，5900人了，还差100个人就到6000人了。来直播分享一波，点赞不要停，公屏上霸王飞打那三个字不要停，5900人了，来让让这边的这个老朱一看看咱们咱们家的这个凝聚力有多强，让这边的老朱一看一下咱们家直播间这个家人们有多强，有多团结，来马上5900人了，还差100个人就到6000人了，还差100个人就到6000人了。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公屏上上人两个字，全部打上人两个字来。感谢我丹姐送来的188张人气票，来，感谢我丹姐送来的188张人气票。咱们直播间6000个人，全部给我丹姐点个关注，6000人了。来，还差7个人就到6000人了，还差7个人，给公屏上送人气票的点点关注，6000多人了，6000多人了，来给他看一下，哎，你看，现在是6000多人了，看到没有？不，你这不也就6000人吗？当时，但是你到那边看我那事的时候，那不是10000人的吗？我现在说你 就刚才他们看的时候也就6000人，现在也6000人了，也就这些人了是吧？对。能，我说完以后大家能原谅我，能证我清白是吧？来，你说啊，你先说，看你是怎么样子的。我这事情说起来挺为难的，啊，也没办法啊。人家杨总在我这旁边是邻居，大家知道是吧？啊，他在你旁边开公司，你想巴结人家？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啊！我不说脏，那我说错了。啊，来，你自己说。人家他单不是单单是我邻居啊，人家这个楼人都是杨总的。啊，这一栋都是杨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他这个地面上开这个呢，这是房，这是他的。哦，你这个他是租的，你这一层的啊，对，等于说是你的房租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啊。啊，他这不就讲嘛，说他现在有点为难，说是你看，王菲现在问我要这个，我现在拿不出来，你配合我一下。啊，我说我怎么配合你啊？说我确实是不行，你看我现在也。真是也有点那个，你就帮帮我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我说这东西咱不能做，对吧？我这几世行医，这悬壶济世，这是本分呀，对吧？我不能这样做。他说你要不这样做，你就立马从我这走。我说怎么走？走走什么走啊？我说咱们这关系还不错呢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这样。他说我有难事，你不帮我，说那这东西你得赶紧走，我重新往外那个。这不就这样说？我说那你得给我时间。说什么时间？3天之内你必须走。我说3天我上哪去找地方呀？我这东西，我这3天我就搬东西我也搬不了啊，这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还得找地方，还得要再装饰。我说我怎么办？他说要不然你就听我的，是吧？你听我的，我原来东西给你结账。行了，我明白了，不用说了。就是那个准备家人们啊，老杨他仗着自己的这个。仗着自己的权势啊，然后，你现在还躺下呢，老杨，起来，真的我不舒服啊，你别不舒服了啊，你这真的是开玩笑，你不，现在人家那个老师傅都说了啊，你说嘛，是你让他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，就不能在你这边做生意了，让他走了啊，房子是你的，是不是嘛？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你没有说过这个话啊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家人们，刚才啊，听到你现在也不要说这个有没有说过这个话了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是不是装的？装什么装？装还是不装？现在我心脏也有毛病，真的，
有吗？还是有毛病，是不 是？那我们就让相关部门过来看，是真有毛病还是假毛病啊？我刚才是听你的话，你说让我不要这样，有什么好说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说？行，真的人不舒服。那你好好说，不要在那装了啊。好，来，老师傅，没事，你坐。啊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我这边也不怪你，对不对啊？他非要你这么做啊，我原谅你了，我直播间6500多个家人们啊，都原谅你了，都能原谅我是吧？来，直播间家人们啊，顾不热，我给家人们鞠个躬，啊，不用，啊，顾不热打两个字，原谅，所有家人们，6500个家人们啊，顾不热打两个字，原谅两个字来，我这一世英名啊，差点就毁于一旦，对，我这。心悔恨，但不怪你，他老杨必须要你这么做，不做的话只能让你走。家人们啊，人家要生活啊，他也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啊，原谅他了。但是那你说，以后不要这么做了。不能做，来，我们到这直播间，现在你说。现在是直播间7000人了，看到没有？7000人是吧？啊、哎呀，我感谢你的家人们能。我们所有家人们啊，当着我们的面，以后不要这么做了啊，好不好？一定不会这么做了，我再给家人们鞠个躬啊。啊，不用鞠躬了，不用鞠躬了，你这个一大把的年纪了，我受不起啊。怎么弄，老杨？钱马上就到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这啊，杯子都用的这么牛逼的，来喝点水。不用。来。这样吧，钱马上就到，好不好？啊？钱马上就到。你喝点水，你不是还有点那个吗？喝点水。来，杨夫人，来，咱俩聊聊，咱们好好聊一下，直播家人们，咱们好好聊一下。今天在我的号直播的时候，那个杨夫人到我住的地方来，她是怎么说的？咱们直播家人们啊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来，你那会儿说老杨躺下了，这会儿怎么不躺了呢？这老杨他确实，你来时你也看他确实是不舒服，这会儿好多了。这会儿突然一下子就好多了。啊，你看，太神奇了，真的太神了，真的，是不是喝你这个水喝好了？哈、啊，你真的是太，哎呀，太神奇了，怎么一下子就好多了呢？行了，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也不扯了，不闹了，不说了啊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老姚？不说，好。来，把我的那些全部给我了，我走了，咱们再见，以后再也不见，是不是？钱马上就到，好不好？啊？哎，这个杯子我挺喜欢的。哎，你这个杯子从哪里买来的？杯子啊？啊。杯子就老中医这里送的。哦，老中医这里啊。哎，朱一大哥，这个他这个杯子是你从你这里买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就是从我这里。来。也给我一个，我那个老杨买大啊，给我一个，老杨买大。你给这个王菲拿一个。这个一。